堂。堂堂。
龙岩、卢大岩，啊，还有咱三军校友会的会长，还有各位各界的领袖，各位韩友会上西中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好、哦！咱今日看到咱飘老师的这个气势，看咱为咱为国为党，这项大家做伙拍拼嘞，啊，小弟呢？十分的这个非常的认同，无大件啊！我阁非常的敬佩。我希望咱这韩友会真几单来运作，不管会使讲寒天热天，不管啥物活动，咱就是讲气势真啊好。咱就是足爱这个国家，咱就是爱中华民国，爱台湾这个土地。所以讲，咱台湾放弃过去。咱几十年来为咱台湾，不管伫军公教，甲伫社会企业去拍拼，靠我当自信，伫咱个台湾这个环境。那么这个环境是咱一代拍拼出来，咱袂使有一个进去来甲咱糟蹋，来甲咱台湾出土地，互咱挂入这个工业个境界。你讲对不对？所以讲，我拜托大家，尤其个几个月后，每个一单咱特别辛苦啊。咱要选下任的总统，咱要选下任的立委，拜托大家一定同心同命来保护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予咱台湾所有人民过着安和乐利的社会。你讲好无？好！我今日代表国民党，是当呼吁大家第120,000的声音，拄只咱韩友会的声音，我相信我嘛会转达，中央嘛听到。咱上好的人选来甲民进党下架，你讲好无？好。你讲而且多年来过去对国民党的扶持甲帮助出钱出力，我相信国民党铭记在心，恁大家拢在逐扶贫，恁一定获得债务，恁一定会当得到福报。所以讲而且我代表国民党向大家第120,000的声音。过去的支持，而且跟你感谢未来的帮忙，爱靠大家，而且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多赚钱，阖家平安，谢谢，多乐，多谢，谢谢，离开的啊、林庆旺、林主委，还有我们哦，万寿村民的卢坤福卢议员哈、哦，阿仔子，还有我们民间都市团体的尚学秋，我们空军校费啊。黄宏仁啊，黄兄啊，还有我们陆军哦，专修班我们李会长啊，还有周吴哈，来载着周吴来小进来啊，同齐齐抓好朋友，在座最最好朋友，我喊到一一称呼，大家好，大家好，来一起玩一块的，大家参加一家哈，有就来做民众哦，每年中中双季哈来泡面，我们在这边有个共同的心愿。明年一定要重返执政，对吗？国民党一定要重返执政。阿爸阿三哥，哎，回来台南，陈双林还没完。阿七哥呢？哎，决定加一区。阿大大家拜托，咱这个唔拿总统卖赢，咱台南买有一个家己的区议员，大家讲好不？所以我拜托大家，这条咱大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民进党给救落来。带来我们来赢回来，啊，好中统，算起来才是公，好不好？好。所以，我拜托大家，咱大家一年团结，一定爱起来赢，这是咱上好的机会。现在，咱带来可以讲政治败坏、政风败坏到了极点，咱现在这个看民进党，现在市长的选举、国会选、国暴力的案件叠加，我常说借起诉书。台南地检署的起诉书，内底的故事比电影搁较精彩，比电影我甲你讲，用本都写袂出来。所以讲，我讲即阵内底有乌的，有金的，哦，有提钱的，有人买厝、拍钱的。所以这一份起诉书就是民进党的黑金保证书，大家讲对无？金块的民进党爱回过来，对无？大家三家来拍拼，好不好？好。每年总统来行一下，好不好？好。啊，搁有地位，咱嘛来行一些，两些，三些，来行来，来讲，好不好？好。我再一次拜托大家，明年大家三家来拍拼，祝大家身体健康，
凡事如意，大会顺利成功，谢谢。谢谢。我一生看到跟我一样遵守四个字，我私信中青会，他编写四个字叫做忠孝节义。我们韩国语就是遵守这个四个字，最后他没有办法当我们的总统。我的感慨比任何人深，因为我一进来，台湾剩下这一块净土，就是在座各位，自己给自己一个鼓励。卢昆武议员啊，我说只有他敢跳硬河，还好那时候争取了180几亿要清净硬河，结果到现在硬河民进党出政以后，还是比较干净一点，但是没有那么干净。只有我们卢库鲁敢为我们做一点事情，我们掌声来谢谢当我们顾问的卢库鲁议员。还有每次呢都是王秘书啊通知我，我这一句话，你知道苏志明是在太搞羞愧搞，我进去摸几人发心碎，你到每日带人去上班的俩贵，我总共拿了5000亿左右花给台南市民，从安平国际商港，现在的远洋渔港，现在的游艇码头，包括我们运河，包括所有的道路拓宽，你在行延平街、台湾地街，嘛是我用的，所有振兴街、神农街，什么都是我搞的，台南市所有的建筑都是我正在改进促成的。我曾经跟罗敏互助，不客气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些爱国助士啊，你们都不照顾，我每一次我的身上都带了好几十万去拜访我们的地方父老，我为什么你怎么弯刀五级，弯刀做后面还是啊？你敢猜？我做几掉？你怎么还讲东讲大？等一下出来外面的厨余放在哪里？放在苏志明所开发的垃圾场，跟我们的文化，那一条文化的道路要经过12公里长，两侧有10000多公顷的土地，如何去盖文化呢？第二个，我告诉各位，我那个棒球场花了4900万，现在还在那里，写我的名字，人家花12亿。我离开台南市到现在没有一个建筑物发生问题，我海岸路要做捷运系统，部长告诉我他那里还有5亿，你暂时把它做停车场。海岸路本来是个捷运系统就很规划的，现在你看到人家北北系统1200随便你做，台南市要做起来的话，还有海岸路变成比以前的民主路，各位想想看，我花不到六亿花不到哦。结果呢，人家说我赚100亿，把我抄家灭族，说我选举拿人家的钱，啊，钱就跑到蔡建雄的席位去。你想想看，我受到政治迫害，你看韩国瑜在选的时候，多少谣言是非呢？还好剩下各位呢，比800壮士还壮士，要不然你们受到政治迫害。各位要拍个手，要给自己鼓励，我们永远当韩国的后盾，永远当中国国民党的后盾。蒋介石长先生，听我的话，听我的话，我想我们很简单，我最后3分钟都把它讲完。台湾是有319000个老人65岁以上的健保，我为什么就要说我们没有？为什么就要说只有我们没有捷运系统？又不为什么我们那个清洁队员扫水沟了、扫地了，我都让他出国？我在这个是全中华民国、全台湾最平安、最温馨的城市，各位想想看。我们的生命财产从哪一个时开始把我们抹杀
友会作为咱的国家的好朋友，咱参与的韩友会是因为韩国瑜的精神感动咱，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是不是？哎，除了支持韩国瑜以外，是因为伊的做法、甲伊的精神感动着咱，你讲对不对？对。好啦，在座各位，咱这好朋友，我相信100%都支持拿军，都支持拿军。当以前来拿军国民党诶，拢受着咱现场所咱这时代恁的支持甲票房，较今仔日较会当用着，搁用着美代表的身份甲来见面。各位，咱这好朋友，咱首先家己来检讨家己，国民党诶。为什么比民进党还赢？比民进党更好？可是选举选袂赢的，你敢知啊？我直接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有关着着现场所有的，伫我点到内底，所有的，才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咱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想过好，什么叫做想过好？你敢知？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做唔着代志，咱的所有支持者拢袂强咱的个要求，甲强咱的个批判。你看，啊，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做唔着，对不起着民进党的代志，大家拢免选啦，绝对是要选。所以我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未来国民党的如果若是议员、立委，或者是领袖，做唔着代志。对不起，国民党诶，对不起，拉军，咱拢未使个支持，你讲好无？好，好无？好。我想谁大家要要支持啊？大家爱有指挥啊！国民党诶，即个伫议会投票，有三个国民党诶，无照国民党诶诶规定支持，咱就提名，结果是倒开哩。您讲有钱无？有提着钱无？有啊！有提着钱哦！有啊！上届才1000万以上，我第二次听你都有听到，1000万至2000万。如果这议员一当后，我直接拜托大家共同出来给罢免，好不好？好不好？国民党的支持者支持出来民意代表，竟然违背国民党的。违背拉军的决定，所以咱必然是大佬，咱拢出来给罢免。第一个就是李振国、李文顺、刘世贤这三个一定来罢免，好不好？我甲大家做伙，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大家做你拢有看到，苦力苦力就会中国的。邓饼未走，搁要出来要做议长。哎，各位乡亲，选一个议长，开一两年，开一两年，唔免官商勾结吗？绝对爱官商勾结，你讲对不对？对不对？像这种国民党就是来救落来，对不对？这个第二时间都无人敢讲，可怜哦，真正可怜啊！讲伊咱遮个乡亲，听讲吼，台面上是有三个摕着钱啊，摕着钱的三个转去你哩啦，台下哪个三个有摕着钱的啦？国民党了哦，你注意听哦，还佫有三个要献金的啦，这三个若献金，未来要共款来罢免，你讲好无？好无？大家感心的。咱国民党诶，伫台湾，民进党要甲咱比起来，无得人比啊！咱国民党诶，比民进党搁较好。台湾无国民党诶，倒落。台湾若民进党诶，即是搁甲咱糊弄落去。咱台湾是真爱倒。所以拜托大家，心连心，心连心，大家听说话。咱希望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做得更好。国防军事教育法
四十步，侯永辉我也不行，来趴下追起来。对，我也不行。谢谢李局长，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朋友会的一个大会，那大家像一个大家庭家，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我们的世界和平，也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继续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我们的民主政治继续奋斗，也希望大家的精神不要气馁，希望就像刚刚大家的不要回避，不要闪躲，上场出拳，角逐中华民国2024总统大位。目前啊，在台面上没有听到我们的民意的这个调查里面有把韩国瑜列入一个民意调查名单，非常的可惜。我们现在韩国瑜办大会的这个能够著名的声音啊，第一层的声音。我跟韩国也不套招，我们今天大会也没有邀请韩国瑜，我们是韩国瑜接到我们的外面的信息，特别录了一个祝贺影片给我们，他告诉我们2023为了中华民国，为了台湾社会，为了善良人民，我们一起一样心手相连，也就是告诉我们，当人民需要韩国瑜的时候，韩国也会站出来的。我不能够把一个高层的少数的当成是民意代表，而且是要像我们的货物一样，不管是卖牛肉的、卖猪肉的、卖鸡肉的、卖蛋的、蔬菜的、鱼的一样，通通把它摆上架来出钱，才是公平的机制，让消费者、让选民来选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主轴，韩国瑜要出选，一定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无论输或赢，我们都心同口服，输了就支持别人，赢了当然代表国民党出来初选，这才是中华民国该有的公平以及正义，也让台湾能够走进康庄大道。就是我们这次韩友会所有的成员，来自很多的庶民，来自有美国的、日本的、台北的、新北、桃园以及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屏东以及台南，非常多的粉丝今天都来到了现场，而且都是不约而同的。可以想见，我们这个小小的声音，把这微弱声音把它发散出去，让全国都知道，韩国瑜一定要板上出现，这是我们衷心的期待。韩国瑜要选总统。